山姆和小狗幸运63，去农场。我们到了，幸运，我们到农场了。看来大家都很高兴。见到你真好啊。山姆，你还记得伊娃表姐吗？姐姐好。你好，山姆。这儿有好多动物啊。我们参观农场吧。幸运也可以来吗？当然了。这些奶牛好大啊。它们能产好多牛奶。在这里，幸运。这里的鸡下很多蛋吗？是的，你可以摸一下这里。哇哦，一个鸡蛋。羊回到自己的家了。山姆，看看这个，巴迪。哇！我的狗知道怎么工作。幸运也是，让我们表演一下吧。